狮王 BB 斗三皮几，动物督察先得13 K 咋？狮王 BB， 我想你啊！得，虽则唔系个个 madam 都好似佢咁标致，不过做督察唔使大学毕业，月薪就三皮几，都真系唔少人嘅 dream job 嚟噶。啊！但如果你想做督察，又唔想佢做你老细咧，家下都有选择噶喎。加重虐待动物特质。咪唔会啊，秃鹰改口啊！份工系渔护署最近 offer 嘅，当然亦唔系去捉虐捉凶手，主要职责只系处理下啲流浪牛问题。不过大学未毕业咧就免问啦，有车牌就优先啦。啊，咁又咪以为要求高，人工啊一定高啊？人家就30000多，动物督察先到13000多，仲要系非公务员合约咋？